起锅再搭配九层塔过油，香味扑鼻的平民小吃咸酥鸡，满街都是。但是高雄六合路的这一摊特别引起网友注意，就是因为这一张骨骼侧面图写着“嗨，我是一只鸡”，重点部位用荧光笔标注。 黄色的部分是三角骨，粉红色的是鸡软骨，橘红色呈现V字形的是美丽骨，又叫做许愿骨，让客人在点餐时一目了然。它就是把它标得很明确，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哦，原来是在吃那个部位。有啊，看过一下，然后就笑笑的，老板画的不错。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谢谢你的夸奖。” 网友PO到网络上之后，有人惊叹太强了啦！我每次问三角骨，没有几个老板能够回答。老板用心良苦啊！也有人搞笑回应：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是始祖鸟，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被咸酥鸡耽误的兽医。而老板亲自现身解答，这都是太太的 idea。来10个有8个在问吧，还蛮特别的。啊，之后又被爆出来之后，就觉得有意义这样。 我有点出这张图，其实是鸽子啦。老板已经贴了2年了，但是最近被客人抛网才引起讨论。是上网找的啊，再加工一下，再标示这样，解剖的啊，还是什么兽医啊之类的这样。那太太看到这些留言，我都一直笑啊。 做生意，小巧思，方便客人挑选食材。下次看到美丽骨、三角骨或者是鸡软骨，有了这张图，秒懂吃进嘴里的到底是哪些部位。